在海边呢，遇见这样的痕迹，你就顺着这个痕迹走，它一定能找到海鲜。你看，这边发现一个小的皮皮虾，这个还是不错的。哇塞，这边又趴着一个小灯泡，这个就是大海里的八爪鱼了，这个是短腿八爪，它的能力吸附能力非常强。这边又发现一个紫色的小螃蟹，祝大家点进来的老铁都能紫气东来，平安一生，好运一生。这边发现一个毛憨子，这个好像已经坏掉，这个咱就别要了吧。嘿嘿，你看这个藏得好深呐、啊、这个我应该没猜错的话，应该是一个大海里的拖拉机了，猫眼螺一个。遇见这个就想捏它一捏，非常的解压。如果你工作不顺心啊、咱就捏一下，非常的解压。马上直播，快手拥抱每一种生活。